珠啦。除了最重要的他登场 ，Astro 也准备了一系列电视剧、综艺来陪你过新年。炫也有一部微电影，但竟然和僵尸有关。我里面演的这个小事叫菲克斯，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宠物沟通师。宠物沟通师，就是一帮宠物做翻译。中间呢，就有遇到了这位非常帅气的僵尸啊。嗯。那整个过程呢，其实虽然我们拍的日数不多可是很累。我觉得我拍完两个单位有错了一点。我说什么？因为他整个过程哦，他是要这种我是要这种那时候完全傻呀，真的完全傻。那时候就是在说我要跟他一起合作来拍一个非常恐怖的恐怖片。嗯，是到最后呢，他原来是一个非常好笑的一个喜剧。明年贺岁电影再加一。周青年导演 Q 导时隔六年回到大马，带着新作品《真爱好吗》回归，感觉会很好哭。拍了父子的电影，拍了父女的电影，我一直在想要拍一个关于母亲跟女儿，所以那时候就当公司说，哎，我们今年要来做一部电影的时候，我就想到那要选择哪一个年龄段，然后就慢慢故事就叫慢慢的延伸，所以我先从要想一个妈妈跟女儿的故事，然后就慢慢想到这个女儿要干嘛。要出国，就慢慢延伸到去法国啊。我自己觉得可能就是跟其实很像，跟这个角色很像，对，就很像口鼻眼鼻啊，对，就是像到有点恐怖，像到有点恐怖，我就在那里破坏我的身份，然后我这么的像，对，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可以选的。很感谢导演为我选的这个电影，真的，我觉得他，因为他的人很真诚，很侧裸我，我觉得侧裸我的话，最真诚的话，很感人，很好，你能完完全全感受到他的眼神，他给你的东西。一起 One Two Go。